明继续跟你伤害无辜，我去杀清楚吧！是。你要走倒去？我用找你找真久啊，也袂能互你走。即届，我你要走倒去？天良师，我无做甚物歹代志啊，你是安怎一直要找我麻烦？佮讲无做甚物歹代志，你去村民的会，互村民惊到要死，佮讲无？我虽然是有去人会，啊，毋过好，有就好，胡言莫讲遐济。今日我来收起来，莫互你危害村民。天良师，你若是要安尼口口相辩，那安尼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哼！我骂你个！呀！哼！黑路，这届看你要走倒去。这届，我绝对要甲你收掉。就阿婆，不管在倒去，我做你个狗。有人要甲我刣啦！有人要刣你，紧，紧别来得。奇怪，迄女的鬼气，那片无啥有。你是在创啥？这是我的茶米哦，你莫甲我用一个歹去。是茶米哦，莫怪茶米面遐重着。啥嘞？请教一下，你拄则看到一个？有。伊拄仔去啊。多谢。这位姑娘，迄个歹人哦，已经走去啊，你会当出来？谢你。姑娘啊，你的手那冷叽叽啊！啊，真歹势啊！我毋是超工，要对你无礼，希望你莫见怪。歹势，歹势。无要紧啊，我知影你毋是超工的啦。啊！啊，是讲，姑娘啊，遮尔晏，你哪一人伫咧遮？我啊，是安怎拄只迄位导师要刣你啊？因为我是黑女。黑女，你是大家所讲的迄、那个去人话的黑女？你免惊，你免惊啦！你甲我救。我袂甲你害啦，啊！不过，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你袂当甲别人讲，今仔日捌直接看到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袂啦，我绝对袂讲出去。你放心，你放心吧，我袂讲，我袂讲啦。你答应我的代志，上好是莫放袂记，讲会到爱做会到。假使讲。你若把今仔看到我的代志讲出去，我就把你刣死，欠你的血。娘！
无你甲看，这杯哦是三女端过来啦，是的啦，你安怎无啦？咱即马哦，得来找上下啦，行。三娘，你到底先上下？你给我不要看着我手，还要做豆腐，看着迄个树棍的身躯顶。对啊，迄个豆腐哦，吃了袂辛苦，你迄搭也嘛乱七八糟呢。歹势啦，我毋是超过伊个，迄是阮少爷，毋知发生啥物代志，用用话出声，啊，我惊着，毋则将杯仔劈出去。你讲啥？永川哦，永川，你是安怎啦？小姐面色这么歹看。是啊，你是毋是透早去挂号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哈？无啦，我无啥物代志啦，可能是伤忝啊。伤忝。你上早买伫找休困啊，搁再来店顾店，无安尼啦，我即马哦陪你等去休困。唔免啦，我拄仔哦有小可迷过啊，我即马精神已经好真侪啊啦，而且今日是阮阿爸讲阿母的节日，我无算吼，搁爱去甲因祭拜。无陪你去啊？美英啊，啊，阮小孩是要祭拜伊祖先，啊，你也毋是某啊，你对要去要创啥？迄是因为。因为吼，小军吼，伊要去买药草啦。啊，刚好迄个所在吼，伫恁祖房附近啦，我是陪伊去的啦。是啦是啦。既然是安尼吼，咱大家做伙去啦，安尼较有伴。对啦，啊小军，我今日去挂花时阵吼，有看有人伫咧卖头插，我有特别为你拣一支要送给你哦。要毋过头插我有啊，我看吼，得送给美英啦。是啦。这个头插就算嘞，我拢无需要头插。小军，我甲你讲，这个头插哦，适合你，无适合美英呐。英川，美英，我看哦，你可以甲英川讲个清楚。讲你介意啊，卡免哦，不时拢牵头对我遮来。袂用的啦，人我是一个查某囡仔呢，告诉讲我主动甲讲我介意，煞叫伊拒绝，安尼毋是足见笑的。是讲，永川敢若足介意你的呢，啊若无是安怎，要送你去头插？哎呦，敏，我甲永川哦，无可能啦。搁再讲，咱两个是好姊妹啊呢。我明明知影你佮英川，哪有可能佮伊做伙啦？我就知影，你佮我是上好的姊妹仔啦，你无可能反驳我对无？当然啦，有你即句话吼，都够我啦。少爷，拢穿好势啊，休伫遮啦。你无伫遮吼，好好陪永川。我来去附近看有啥物通用的药草。美英啊，咱个较边仔个啦。先生，我想要陪永川呢。哎呦，每一年的这一天，阮少爷心情哦，会特别较唔好啦。咱莫甲娇娇。咱个较边仔个啦，吼。阿爸、阿母，永川来看你。自从恁离开了后，阿爸的茶米茶，我有继续经营。这几年来，茶米茶的生意，总算是愈来愈好。但永川赚大钱。一定会把恁的门顶起，让恁住更加大间的厝。想袂到，这个李永川，阁是一个孝子。总算我找到了，你要走一队，我唔管你几个。
家。英川，你这摆好啊？是啊，咱会使来等。嗯。那无看小军啊？哦，伊讲哦，伊去附近看卖，敢有通用的药草。哦，无人先找伊啦。嗯。我跟你讲哦，你想要保庇小宽，那无代志；啊，若无，你就有代志啊！小宽，小宽，小宽，你莫搞坏囝，小宽，小宽。啊！医生啊！小宽那是安怎？小宽死啊！啊！小宽死啊！小宽。别安尼啦。对啊。啊！小坤啊！你这三兄弟，我来保命！给小坤养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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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既然王小坤已经死了，不如我借伊的尸体还魂，安尼天龙赛都骗袂着我身躯的鬼味，我嘛也用借着王小坤的身份，对你永川报恩。啊！你这少年在这里假意啦！我少年怎么跟你相信呢？难的啦！哎，少爷，你别个吧！哎，小官他相信他啦！你要紧无？啊！看起来我已经成功救死还魂了，想袂到这个办法阁会通啊！这下天龙师找袂着我。青春，啊，小军哦，伊受伤最严重的呢，咱紧家己找去看大夫啦。对对，行行行行，谢你哦，谢你哦。海路，看你要怎做？好。小军，来，加油啊！来，谢你哦。你是谁啊？小军，我是碧英啊，你袂认得我啊？嗯，我认识你啊。哎，小军，啊我嘞，你敢会认得我谁？英川，啊英是谁啊？我来拢无认识，你紧叫因走啦，紧走啦！小军，你袂认得我敢？甲三娘帅帅林的永川，美英，你先莫激动啦。小军可能去弄药糖哦，暂时甲你放袂记。你也有我啦，我来个。阿哥，我吃只药哦，来，小。伊还敢会哭？嗯。美英啊！美英啊！等我啦，美英啊！啊！你，吼，又搁是你这臭老师，啊！你搁来这创啥啦？啊！我也不是跟你讲过，我是来找迄女的啦。照我安尼看起来吼，这迄女哦，一定搁是恁庄来的啦。你莫伫遐有白讲啦，什么迄女，从来毋捌听过啦，等到是你。拢是你害小军吼，跋落去刷卡，失去智义。
我甲伊是上好的姊妹仔伴嘞，结果嘞，你竟然袂认得我，拢是你害的啦！好啦，啊，既然你拢无要相信我，啊，我也无法度啊啦。等到你真爱发生什么代志哦，你就知我讲的是真啊假啊。唉，为什么世间人拢这么戆啊？啊，我讲话拢无要相信，我只好靠家己啊。唉。欢乐乌啼送满天，江风一挥对愁眠。哥，哥，哪会定到这句拢袂记啊？真正是食老三摆。哥，哎，臭大叔啊，啊是咧讲什么三摆啊？食老三摆，第一摆哈气流目屎，啊第二摆，第二摆。嗯，真正是一老三歹，袂记哩啊！嘿，我看你这臭德叔真正头壳问题呢，你真正袂歹啊！自从黑路附身伫咧王小军的身躯顶了后，伊就借着受伤的理由，大家拢爱永川背叛伫咧伊的身躯边。永川本来对着王小军就足有意思，即马对伊是搁较袂乱。这让桂碧英是足无欢喜的，伊总是想尽办法要让王小军来恢复记忆。严哥，不管伊安怎做，最后拢总是来失败。这一天，王小军看时机已经到了，他就向永川提出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请求。什么？你说永川要找小军哦？对啊，头早少爷跟我说的，我才知道呢。明啊！这是什么搞的事啊？这小军说，什么袂认得我？敢那会记你永川？我看哦，伊根本就是假戆假戆啊！伊就是安那，调讲伊要跟我去永川啦。袂用的，我绝对袂放伊耍。我即摆哦，特别要找三少。哎，明啊，明啊，你打袂输的啦！今仔新婚衫哦，是我去报装拄啊摕来，你等下穿看卖。若是有无害的所在哦，我替你改。多谢你呢。永川，最近吼，互你无闲准备咱婚礼的代志，连地米档都无时间去顾，我心内吼实在袂得过。小军，咱真紧就要做阿母，你对我讲话这样客气，我感觉足生分的。哎，永川，啊你这哪会破气啊？破？啊，一定是我顶面去拌过，无说去交快。啊！今日透早搁赶要出门，拢袂注意着。无安尼啦，我先通来，啊！你帮我停一下。真麻烦你。也毋过，我袂晓提衫咧。你袂晓提衫？小军，你是咧卖绣花鞋，搁有钱袋仔呢？你的尖线功夫是一流的，免有可能连这衫拢袂晓提啊。可能哦。可能是我头壳去撞到，煞袂记要安怎穿衫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顶爿你受伤，我真正有伫惊死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拍拼趁真侪钱，替你请上好的大夫，予你早日恢复记忆。碧英，你哪会来？我知影，一定是三娘甲你讲，我甲小军要成亲啊，所以你来甲我恭喜哦。我，小军，我代志要甲你讲，你倒出来。嗯，碧英，啊，有啥物代志，直接讲就好啊。是啊，碧英，你到底有啥物代志？袂用的啦，这件代志对我来讲哦，足重要的。
小君，你带我出来了。小君，带我来。我出来啦！你到底想要创啥啦？小君，你真是无意思的呢。你明明就知影讲我甲英川，煞搁答应讲要嫁予伊。啥物啊？你，你甲英川，我哪拢唔知啊？你莫搁假啊啦！我甲你吼是上好的姊妹仔伴呢。那我有啥物心事吼，一定拢会甲你讲。结果呢，自从顶届吼，你失去记忆了后，敢若去永川，都变一个人。你安尼吼，我哪有可能袂怀疑你？怀疑？你是要怀疑我啥？怀疑你吼，发生意外失去记忆哦，是假的啦。其实吼，你根本吼，就是介永川，刁哥用这种方法吼。去给霸掌永川，告诉永川啊，对不？你若是真正在念吼，咱两个姊妹仔的感情，那呢，你即马你要甲讲，讲吼，你袂嫁予伊。嘿，你这人哦，足奇怪呢。我甲永川吼是互相喜爱，想到袂当做伙啊。而且你爱我，莫甲伊做伙，歹势吼，我做袂到啦。以后吼，莫阁声声句句讲咱是姊妹啊。莫再用这种口气吼，甲我讲话啦，因为吼，我根本就无认识你啊！你真正有够过分的！明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英川，你闪啦！好哈，敢是这歹查某？点咪？明，小君真紧就要做我的某啊，我不准你遐对待，即摆甲伊分尸咧！英川，伊咧骗你的呢！伊讲伊吼失去记忆，拢是假。伊是想要利用你的同情心，但又怪你这贱命，你莫叫伊骗去啦！你，英川，我无，我真正唔捌骗伊呐，我无骗你。你放心，你连我的衫破去，你拢袂记要安怎提啊？我免了更怀疑你。而且，我就娶，我这世人除了你以外，我啥拢唔爱娶。你得好好准备。做我李永川的新娘，还有一挂不爱人祝福的人，等下莫睬伊。呀，永川，你哪会对待我？你现在变来对待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恨，我恨你！美英啊，啊你到到底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啊你唔着讲，哈、啊！你妈咧啊，偷偷只，偷偷只，你妈咧对待你家己啦，啊万不了家事安尼命烂啦。这也是家事啊，我伫这个世界上根本无人爱我，没人关心我，所以是去上好啦。谁人讲这个世界上无人关心你啦？其实真久以来哦，我就一直拢在关心你的。只是又唔敢甲你讲，因为你嫁的人是阮少爷，唔是我啦。也毋过，即摆阮少爷已经要成亲啊，你嘛听好对阮少爷放弃啊啦。你应该好好看嘛，我杨三六的优点，人生啊烟头，吼，佫悬，买地找啊，上重要是我一粒爱你的心嘛，啊？阿诺，阿你阿诺，啊，我会晓，我会晓，我来来来。感动着对无？是想要吐啦，三娘啊！我知你是想要安慰我，我嘛知你足关心我。啊，不过你用这种方式哦，我真正无法度接受啦。美英啊，我拄则不是安慰你，我拄则所讲的每一句话哦，拢是我的心内话呢。啊！美英啊，啊你即摆是干哪啦？明啊，我知影感情的代志哦，是袂当勉强的啊。也毋过你相信我，我总有一天哦，会比阮少爷佫较成功的。希望到时阵，你会当做阮杨三娘的新娘啊。好啊，我要收答。明啊，敢讲我拄则所讲的话，
你一点仔感动都拢无。感动？嗯。我想怎要感动？哈，三娘，多谢你的好意啦，我有放伫心肝内。你是一个真好的朋友，啊，不过吼，我家己的代志，我家己处理啦。我要收单，请你离开。哎呀，我面的青筋哪拢浮起来？一定是我伤久吼，无去着人的火。要毋过明仔载都要申请安尼，我安尼是要怎见人啊？是讲我阁袂用个去去外人的火，是要安怎啦？哇，有人拄过哦！我找你真久啊，看你今日要走倒去。我讲遐大声，啊！你拢无听到，啊！无搞应一下啊！是安尼啦，我今日专工来找你哦，是要甲你讲，明英知影你甲阮少爷要成亲的代志以后，心情哦都变了足歹的呢。啊，我知影感情的代志是袂当勉强的，所以我就一直甲苦劝，一直甲苦劝，伊就是听袂落去啦。啊，我知影。你甲美英啊，恁两个是好朋友，我希望你会当甲美英啊苦劝一下，叫伊想较开个啦，好无？拜托拜托，小君啊，小君，啊我咧讲话你有听着无啊？嗯，奇怪，我可能无咧听安尼呢，那安尼较拜托你啊吼。小君，今仔是安怎？甲伊讲话拢袂应啦。少爷，三娘，恁来伫遮。啊，我都无啦。我想讲，少爷，你都要成亲啊，啊，所以我过来看未来少奶奶，敢有需要啥物所在斗相共的啦？是讲少爷，真奇怪哦，迄未来少奶奶哦，我甲伊讲话拢袂应呢，迄亲像迄插头翁仔共款，袂紧袂动啦。没哪有可能的，你莫有白讲。哎呦，少爷，我无白讲啊！我甲你讲，我拄才入去甲伊讲的时阵吼，吼，山咧袂顶袂动，啊，规个人拢定伊，定在恁遐咧。迄路，无唔对啊！啊，拄开始天龙山甲我讲啥物，迄路的代志哦，我阁无啥爱心嘞。啊，不过哦，最近传闻伫世界团，传讲迄路哦会现形四人会，足恐怖的呢。迄路是确实存在无唔对，啊，不过我的小君要哪有可能甲伊有关系呢？无可能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！
三娘，你较正经的，莫学白讲话。少爷，我无学白讲话啦。啊，迄落个代志闹到遮尔啊严重，佮加上即摆少奶奶哦，淡薄怪怪，所以我咧烦恼，这一切哦，敢会佮迄落有关系啊？好啊，莫佮讲。小君明明好好，伊无可能参像你所讲的，敢若袂输插头仔共款，袂顶袂当。你若唔相信，你家己你去看卖，看我有骗你无？奇怪，这对方反作为啥来？那停的。好，我来看卖。你个臭老师啊，阮甲你是冤仇是无？你是安怎变一直来找我麻烦？我警告你哦，你想要紧走，啊若无我对你无客气。哎，少爷，莫生气啊，莫插这个臭老师。人我今日看小奶奶啊，你就知影我讲的是事实啦啦。行啦，行啦。免啦，我家己就好，你先回去。啊，唔过，莫讲啊，唔过啊，先回去。少爷，少爷，三娘，什么代志啊？哎呦！你看你，我看看。小君，是安怎这么晚，你搁伫咧天山嘞？我都听你讲，以前我吼住到天山，我唔才想要试看卖，而且搁特别嫁予你做家后啊。卡叔讲，连衫都袂晓穿，伊也是袂晓伺候你。小君，你失去记忆，袂记要安怎穿衫，着准愈煞，莫勉强嘛。我毋甘阁看你安尼哦，去拄着手啦。英川，你是安怎？伫想啥？三娘讲，伊拄则来找你，你敢袂输插头仔共款？拢袂睬伊，啊！不过我看伊着好好啊。三娘迄支嘴哦，就是安尼啊，拢爱讲一寡有诶无诶。迄是因为吼，三娘来找我诶时阵，我拄好伫想代志啦。啊，可能是因为安尼，我毋才无睬伊，伊才误会我。是安尼啊。哎呀！天龙仔啊，你讲哎呀？是啥物意思啊？我若约了无毋对，这小君哦，一定是个黑路有心啦。啊，若无，我对面我人，你来接位个进来，怎停起来？哈？啥物？你讲小君去用黑路有心？无怪，我着已经感觉伊怪怪。迄天龙师讲只是有可能啦。啊，毋过哦，即马着无法度确定，这小君啊是毋是去用这黑路附身啦？无毋对。嗯。非常好好。吼。啊！你安样样走出来，你是要惊死人哟！啊，天龙仔，啊，迄个黑女到底是啥物？其实咯，这黑女伊遭遇非常的坎坷，伊是意外来死的啊，死了，佫有歹条事掠去啊，做歹代志啊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歹条事吼！哎，凊彩讲讲的，迄个侧面看嘛，知我是一个好人，这歹条事，死。好啦，你咪直接讲有诶无诶。啊，田龙仔，刷落来咧。好啦，迄女因为唔甘愿啦，伊去互歹道处理哦，嘛惊去互抓着，所以伊就去要施这货，要利用人诶气味，暗盖伊身躯诶鬼气。嘛是因为安尼，全民载袂了，毋则会拜托我来抓迄女。虽然迄女诶遭遇我真同情，啊，毋过人甲鬼是无共诶世界，逐只嘛上重要诶。是啊，赶紧找到迄女，想办法替超度。啊，不过你毋是还袂确定，小君已经去予迄个迄女附身啊？有一个办法，用试看卖，小君是毋是去予迄女所附身啊？什么办法？来，这道符仔恁摕啊，你啊泡在茶内底，想办法小君啉。就讲这迄女真正来附身一个小君的身躯。伊自然就现身啊！哦，啊，明仔载阮少爷哦，就要相亲啊，无归去哦，明仔载就好啉嘛。嗯。人总算是做阿婆，对即摆开始，我爱叫一声水母。我嘛爱叫你一声烟斗翁的。
人家敢不想走，会有啥弄门？不要紧啊，你看卖就知啊。好。少爷，三娘，我拜堂拢拜完了，人客帮我转去啊。你来到这么才来啦？我，碧英，你是该创啥？这几天吼，我有好好甲想过啊啦，我嘛已经看开啊，这感情的代志吼是袂用勉强的，所以吼，既然你甲秀君有互相意爱，我就应该祝福恁啊，对不？碧英，你会当安尼想吼，实在真好。那，你甲看，为着要表达我的心意吼，哼，这茶叶吼是我特别吼请我的朋友为日本摘回来的，你是卖茶叶的专家，嘿，这茶叶是好还是歹？你喝过，不就知影？好啊，真多谢你，请你来。我甲恁讲哦，这茶米哦，真正是我足有诚意哦，真无简单才得到的啦。我拜托我朋友照顾照顾哦，伊才答应我的呢。这茶米哦，足顺口足香的，恁啉了就知影啦。我祝福恁两个吼，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多谢你。奇怪，是安怎啉这杯茶了后，我的头脑开始疼，感觉这茶有问题。好，永春啊，隔壁庄的王老爷来了啦，讲要来给你恭喜，你紧出来啦。哦，我随出去吼。水宝，迄王老爷哦，是我的大客户，我要去应付一下，真歹势，无法度陪你，你伫遮先休困哦。嗯，对啦，你嘛先回去啦。啊，不过我想要陪秀君开讲呢。哎，是啦是啦，就互因姊妹仔哦，开讲一下，开讲一下啦。恁有啥物话吼，明仔载再讲。秀君伊人真忝，恁去休困，行啦，先回去。啊，不过我少爷，先回去，赶紧互因开讲一下啦，少爷，少爷。走出来，唔叫你甲秀君顾掉。我都去予英川赶出来啊。对啦，田老师，啊，你迄个对分番，敢有反应哈？嗯，你家己看。哦，黑路已经现身啦，行，入来。哦，稍等哦，咱就含新郎官好好饮两杯啊！恭喜恭喜哦！平川，黑路恁开心啊！平川，你出去帮起来黑路。哎，今仔日是我大喜的日子呢，我拜托你，你莫搁乱阿无啦！哎，少爷，你听田龙山无唔对啦，即摆黑路哦，就伫小奶奶房间内底，咱赶紧甲你押起来啊！啊，紧啊！啊，若无黑路走哦，我就害啊啦！是啊，平川，你伫小心啦，你从我来啦，紧的啦！啊，唔过这行啦，行！哎！我头就疼，紧的啦，紧的啦，海路啦，较紧的啦。放心啊，你看，你看。哎，是安怎恁大拢伫来？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恁讲海路，倒位啊？倒。我看哦，恁根本就是倒工好势，来遮乱的。大胆黑路，要速速现身，离开小鬼的身躯。英川，这个投诉到底是从啥啊？你免惊，臭投诉，我不准你黑见阮某，你随老子去。英川啊，你听我讲嘛，小鬼今黑路有心啦，无唔对啦，少爷。是啦，英川，徛在你边哦，根本就唔是小鬼，伊是黑路啦，你紧闪开，让田龙帅好好对付伊啦。你，英川，我足惊的呢。因讲什么黑路，什么狐仙，到底在讲啥，我拢听无呢。
你这放心，我会保护你，无代志。三娘，你即摆瞬间赶出去，啊，若无，你以后莫叫我少爷。哎，少爷，你莫安尼啦。杨川啊，你莫激动啊，我只好八卦去啊。人头妖魔鬼怪，若去啊八卦去照到，伊就现出原形。血骨是毋是去血路附身啊？这镜照你就知影。你干啥？你这搞啥？你这臭表叔啊！血骨无可能去血路附身啊！你莫在这闭鬼闭怪，交出去，出去！哎，交出去，出去！出去！少爷，臭表叔，我见以后你若是搁敢来阮家，我就去报警察厅，赶紧去。英川，你听阮解释啦，但是无什么好讲的，未用。枉费啊！枉费我一直把伊当作小上好的朋友，结果呢？你竟然怀疑小军？好啊，既然安尼哦，你以后莫再找我，我就当作我从来毋捌交过你这个朋友，咱来交情到这为止。英川，你竟然为着迄个黑女，跟我当作朋友关系啊！哎，少爷，你莫遐尔激动啊！你要啥物？三娘。今仔日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无甲我斗三工的准拄煞，你搁甲伊乱掺着，你甲我好好反省。你若是搁再烦，你就甲我离开你家，永远莫叫我少爷，都给我走！哎，少爷，少爷！水宝，英川，真是嘞！好好的喜事，分西人母一个心情拍歹，害你受委屈了。英川，即马咱都已经是翁仔某啊，哪会讲啥物歹势啦？你莫放咧心肝顶哦。袂啦，我已经决定吼，袂睬伊啦。以后你拄到美英，共我是袂睬伊，知影无？嗯。啊呾。即摆拢无代志啊！啊，拄只美英又叫人扎心跪主，那呢，咱是毋是爱准备扎心跪主啊？你讨厌啦！美英啊！美英啊！美英啊！哎，美英啊！你莫阁哭啊啦！你敢知影你规路安尼一直哭？我看了我的心肝，足艰苦的呢。伊早就无爱听我，我活在这世间够啥意义？我过去，我过去是谁来怪我啦？哎，无啊！哎，不要！袂用的啦，我袂用目睭金金哦，看我心爱的人在我面头前死去啦。你啊，你得较振作的，人生小小一个打击，无啥物大不了的啊。你相信我，我会一路陪你行落。不管以后伊的人生路，若是拄到大石头，我会替你甲搬走；若是拄到河川，我会变成一只大船，载你过河。相信我，我杨三娘一定会予你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。嗯，予我幸福，予我美满。借问一下，你是一个当家的长工尔呢？你一个月是会当赚偌济钱？我若是生囝，你是要摕啥物饲伊啊？啊，我用讲的，啥袂晓，我嘛会晓啊。美英啊，迄感情的代志，毋是用金钱会当比的啦。只要咱心中有爱，所有的难关拢有法度排解的啦。你啊，对咱未来有信心啦。好啊啦，你莫阁讲啊啦。啥物人哦，甲你有未来？我心内干那永春尔啦。美英啊，我已经有嘴讲啊无烂，你啥物就听袂落啦？我著甲你讲，阮少爷永川人已经娶秀君啦，你啥物偏偏就毋放弃啦？伊为何去接人？你我袂晓写。我一世人除了永川以外，我啥物人都无爱嫁。我一定爱想一个办法，让伊知影，迄秀官哦，已经去予遐黑女负心去啊！美英啊，你若遮尔啊执迷不悟啦，你敢知影？我真正足介你，我足爱你个呢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予你家己一个机会，马上是予我一个机会啊！
我真正足喜欢你，我足爱你，我拜托你接受我，拜托的，拜托的啦！好啦，你嘛小照镜看卖，看你家己生做啥物形，你甲永春敢会变一下？哼！永春，李英啊，我拜托，我拜托你接受我，我拜托的。三英，你这是做啥？你给我放开啦！我唔敢放啊！你今仔若是无接受我的吼，我是绝对袂放手的。我爱你，你敢拜托？我爱你啊！你先走，三英。我不管，我就要见你，米英啊，我爱你，米英啊，米英啊，啊，三娘，三娘，你紧起来啦，你别搞遐惊嘞，三娘，三娘。三娘，三娘，害啊啦，害啊啦，我太难啊啦，这嘛是要安怎啦？袂用的，我爱卡认真，我爱卡认真的。三娘。是的啦，永春甲小军成亲了后，小军为着要报恩，隔当天一日透早，伊就去到地米搭，甲永春斗做生理。虽然村民拢怀疑讲，石军真有可能是去给黑路附身。也毋过，伫咧伊亲切的交代之下，也阁实行拍击大石碑。村民渐渐解读了石军真有可能去给黑路附身的传言，而且大家也阁提前向伊买地米。永春看到这个情形，是感觉足安慰的。大侠。啊，多谢多谢，我要一斤青蛋。青蛋，来，阿好你莫，来倒介绍呢。会啦会啦，我介绍。多谢多谢。小军啊，你是真厉害呢，才无久的时间，你就把我的茶米卖出这么多，你真正会顶红晒哦。无参像迄个三娘，一天到暗，刚才买面单，到今麦阁无看伊的人影。你莫怪伊啦，三娘平常时嘛真骨力做啊，今日可能吼是睏过头嘛，无一定啊。你实在是一个真善良、真人体谅世上的查某囡仔，会当娶着你，真正是我的福气。虽然你甲我斗卖茶米，互我趁袂少钱，啊，毋过逐工都要甲我出门，厝内阁有真个工课爱做，我惊你身体袂堪咩。所以我想讲，对明仔开始，你得莫来遮甲我斗相共啊。好啦，阿奴安怎讲，无就安怎做。那呢以后我逐工吼，拢伫厝内甲饭菜做好，等你来食饭。嗯。英川。嗯。阿美英今日奈无出来排档啊？美英无出来排档，迄是伊个代志，敢若无伫台啊？你哦，莫管遮济啦，共家己顾好就好，敢毋是咧？嗯。好啦，今天歇睏，莫家己伤忝，吼。好啊，那我先转去，啊你生意若做了，爱紧转来食饭哦。好啦，我知影。嗯。落来洗你哦。嗯。船长。你好，哪会才会拄好，才拄到你啊？哎，是哦，哪会才拄好拄到你啦？啊，对，我想起来，我想起个代志，我要来办吼，啊，无用无用吼。哎，船长，我是摕到什么物件啦？
我看三娘这红棍仔这出气混，应该是迄女所做无唔对。迄女，啊！我想起来了，田龙彩，我发现三娘尸体顶情况，小棍在位上经过啦。我咧想哦，一定是这个小棍哦，害死三娘的啦。对啦，一定是安尼啦。迄个黑女吼，真正是够可恶，想袂到伊竟然附伫个小棍的身躯顶。较早吼，去迄个尸体会吼，就已经足恐怖呢。想袂到今摆吼，看王龙都唔放伊煞。田龙赛，你吼一定想办法解决起来啦。田龙赛、郭碧英，啊，搁有船长三个人，杀掉三娘的尸体来找永川。结果，永川一个看到三娘的尸体，伊是足着惊的。也因为三娘的死，伫咧村内面造成真大的风波，村民足惊黑女会搁一摆来出现，大家心肝内是足惊吓的。村长啊，一定要甲风水吹吹啦，替三娘报仇啦！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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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不是应该将小棍交出来，给大家一个交代啊？无可能，小棍无可能叫黑女附身，是安怎的？大家都是唔敢相信。永川啊，我知你对小棍的用情真深啦，啊唔过，即摆事实就摆在眼前，敢讲你阁唔肯面对现实咯？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，我见过恁大家，小君是外母，恁谁敢对伊安怎？我就甲伊拼命。看起来你也是未死心啦，永川，我这是张符啊，你摕转去，想办法来搭在小君的身躯，那呢，迄女自然就离开啊。到时阵，你就知影我讲话是真也假的。卡叔讲，真正证明黑女附身伫个小棍身躯顶，你着爱将伊交出来哦，予天龙师将伊收起来。是啦，永川啊，这个代志哦，就安尼决定啦。你即马符已经摕着，肯定要搭伫小棍的身上，进去。来，甲囡仔同款用手啦，无卫生，无规矩呢。因为我水某做的菜吼，足香足好食，互我控制袂住，想要用手捏啦。你控制袂住吼，嘛爱忍耐啦。因为我灶脚搁有一项菜袂煮哦，你爱稍等下哦，等我全部煮好才会当食。好。我即摆来煮哈。袂用个脱头食嘛。袂啦，我袂偷食，我会等你，你早早来。我是小姑娘婿，免来当怀疑我家己家后咧。啊，不过我若是无把符仔搭伫伊个身躯顶，
是要怎证明海女并无浮生伫伊身上？安尼，我是要怎向村民交代？我即摆真正是真无步，退无路。我到底是要安怎做？杨家，来饭，杨家饭啊，谢饭，来，多谢，都煮好的菜哦，银川，阿叔阿做的菜。无合你的口味哦。无啊，真好食，真好食。银川，你莫骗我啦，你一定有啥物心事，看你的面色怪怪，我就知影啦。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小君。三娘伊，伊死啊！啥物？三娘死啊？哪会安尼啦？伊这么勇敢，佫这么少年，哪会凶凶就死去？银川，爱是安怎死的？发生意外。发生意外？哎呦，啊哪会讲走就走啦？看小君的反应，三娘的死应该跟小君无关系。我看大家拢误会伊啊。我是小君的翁婿，若是连我拢怀疑伊，伊一定足伤心的。我绝对袂当让小君伤心。银川，爱即马是搁在想啥？我伫咧想，三娘跟伫我身躯边这么侪年。伊无亲无戚，我要安怎处理伊的后事啊？你放心啦，既然伊对你身躯边十几年的时间已经这么有感情，我会陪你做伙处理三娘的后事，予伊圆满啦。多谢你。好啊啦，即摆莫讲遮，紧来食饭。好，走。鱼啊。多谢。可以吃一个。是恁？是干怎是无？永川，已经足侪天安尼，你到底敢有将迄个花搭伫小君身躯顶啊？我想一定是无的啦。这几天啊，我随时准备掠去了，想袂到。这对方反连震动都无震动，一定无这样的约束，把符仔带在小君的身躯顶，是不是？我试探过小君啊，伊无可能是黑女，我拜托你，放线好无？卖搁找伊麻烦，敢会用的？这符仔用的，小君无需要这款物件。英川，英川，好啊，免甲叫啊。既然英川唔肯配合，我叫也无路用。那恁即摆是要安怎？总袂用让迄个黑女继续落伫这个世间害人啊！无唔对，这件代志袂用阁继续拖落去。那恁即摆是要安怎做？你敢有办法哈？因为黑女的事件，好村民大家是拢足惊吓的，大家嘛拢认定讲，小君一定是去予黑女附身，所以嘛无人愿意向永川买地米。永川的胜利。就安尼过拢找落去，已经过落工啊！伊含一包地米都卖袂出去。人客啊，啉看嘛，唔免钱啦。永川，你是该创啥？我已经讲过，小姑唔是海女，你是安怎就歹相信啊？好啦好啦，你莫遐尼激动啦。我来遮吼，是想讲你身体无好。要来甲你安慰尔，你莫遮尔歹啦。
英川啊，啊，做生意本来就是安尼啊，啊，有时好，有时歹，你就莫想遐多啦，吼。我知影。师傅，我回来。英川，啊，你今日哪会这么回来？唉，啊，今日店的吼，拢无生意啦，就想讲较早回来。啊，也毋过，我毋知影你这么回来，我饭菜拢还袂准备呢。无，我即摆吼来去做较准备啦。唔免啦，我回来时阵吼，有买一寡饭菜，放喺客厅，你就免这样费气，搁煮我食啦。是安怎你买饭菜回来？是毋是我煮了无好食？无合你的口味，当然不是。我是看你吼，这几天甲我斗三工处理三娘的后事，你这么辛苦，我想要让你休困一天啦。阿公，你对我是做体贴的。水妹，对你体贴是我的幸福。水妹，你是安怎？是不是去吃饭巴肚，人无爽快哈？啊，我知影啦，一定是最近吼，你伤过操劳，身体才会无爽快啦。毋是啦，你免烦恼。毋是，啊，若无你拄则哪会安尼要吐要吐哈？是因为我有心啊。你有心啊？嗯。哪呢？是我要做阿爸，我要做阿爸。小君，我要做阿爸了，我要做阿爸啦！放开啦！歹势歹势，我煞袂记我安尼做吼，会去动着胎气啦，是嘞。你看你啦，甲囡仔同款欢喜甲安尼。我当然欢喜啊，阮你甲有孝安尼，安尼吼，我着对得起我死去阿爸甲阿母啦。只是吼，只是啥？这一阵啊，咱店内根本就无生意，咱根本就无赚着啥物钱。我惊吼，阁继续安尼落去，咱毋免等啊，囡仔出世，无钱通啊饲，咱即摆生活就出问题啊。是安怎生意会无好？啊，之前我伫店内斗三工的时阵，生意明明就足好个啊。那是因为。因为啥啦，英川，咱两个是阿仔某呢，谁安怎你讲话呢？吞吞吐吐，有啥物代志袂当直接讲啊？水妹，你敢还佫会记得咱成亲迄天，田中西捌来乱过，伊讲伊要掠迄女，你敢捌听过迄女的代志？迄女，我敢若听因讲过啊，之前吼，我连听都毋捌听过，是讲英川。是安怎？你雄雄会提起这个代志啊？田龙西讲有迄女吼，伫咱这庄仔头四界伫咧出现，啊吸人的血，而且三娘就是伊杀的。什么？三娘不是意外死的？哪会可能是迄女杀的？而且这个世间哦，根本就无迄女的存在啦。英川，我想一定是迄臭道士乱编故事来吓惊村民的啊。我嘛是安想啦。啊！不过这个世间真正有迄女啦，无可能，是真实的啦。我甲伊讲一秘密，你袂用讲。无紧，我刚刚甲伊一人讲尔。我来讲哦，我捌看过迄女，我阁甲伊救过啊。我会记得迄天，我去破坏，三更半夜，伫咧路里拄到一位姑娘，伊讲有人要来杀。我就救伊，后来伊甲我警告，叫我千万袂用甲伊看到伊的代志讲出去，啊若无，伊就要甲我杀死，甲我的血输我干。迄位姑娘，就是迄女啊！你别杀我！哎呀啦，是英川在喊救命的，田龙西现在是要怎？咱紧甲救，较紧的啦，紧甲救啦！小蛋姐，
郭小姐，来，这有我哩，提大个重点，听讲唔对，来，斗下来。我唔是甲你警告过，绝对袂当甲我的代志讲出去。你今日是安怎讲出来？你今日会安尼讲，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出卖我。我无可能会原谅你。我唔是调侃的啦，我若准你是我的某，我唔才会讲出来。你莫抬我，你帮我耍好无？你莫抬我。你反背咱两个约束，讲话无算话，我绝对爱你，付出代价。我。你帮我耍，你莫抬我。大，等就久啊啦，真个机。出来，这列小奶奶就好啊，好。好，我来去。三娘，是不是你抬？你莫胡白讲啊！我虽然是有吸人血，啊，不过我吸的拢是已经往生的人，我从来唔捌伤害过任何外人啊！啊！我坏头！你是安怎？你有病无？啊！我看你外在掉，外口走，这搞怪的，走袂去哦！你这臭老鼠，给我放开，给我放开！对啦，天龙师啊，现在黑鹿被你抓到，你是要哪处理啊？团长，现在已经这晚了，我暗算，明仔透早，大家来讲什么？好。因为黑鹿来狠心，当场去予人抓起来。天龙师决定要来定伊的罪。这个透早，天龙师就将黑鹿困伫个八卦阵的当中。等待所有人拢到位了后，伊就开始攻心这个使人惊吓的黑鹿。永川问黑鹿，为什么要附身伫个王小军的身躯顶？经过黑鹿的解释。王小军早就已经过身了，伊只是照着王小军的身躯，一来想要逃避天龙师的追捕，二来想要照着小军的身躯向永川来报恩。永川伫咧知影真相了后，伊实在是无法度同好接受。黑鹿，那我搁再问你，你为什么杀死三娘的？照我所知影，恁两个并无冤仇，你有啥物下种毒手？无，三娘毋是我杀，我无杀人，我无杀人。莫搁伫遐辩解啦，人毋是你杀，无是啥物人杀啊？天龙师，这查某鬼吼作恶多端，你莫搁甲伊留伫这世间继续害人啊！紧甲伊拍到昏昏闭塞，眼神不敌超生。黑鹿，本来我真同情你的遭遇，想要替你超度。予你早日去投胎，啊！毋过你凡是杀真多，天理难容。就算我有慈悲心，我嘛替天行道。即摆我伫施法，不要你魂飞魄散，卡免你继续出来害人。天主办起公事，我无杀人。
期间，咱两个逐天拢相处做伙，你应该了解我啊。你不是讲来是红阿婆，而且我的巴肚内底有你的囡仔，永川，别人无相信我无要紧，你袂当无相信我，你袂当无相信我。这，田龙师，我拜托你，先把代志调查清楚，你莫这样紧定开了罪。而且，迄女互相伫小官身躯顶时阵，已经我的骨肉啊！你是毋是会当手在牙关，先等下甲囡仔洗落来，到时才讲呢？袂用个啦，田龙仔，杀人是爱赔命的呢，你袂当放伊煞啦。那安尼，伊若是去害着其他人，要安怎？你一定哦，你得甲拍昏个屁神啊！我真正无杀死三娘的，妈妈。谁人你都不肯相信我，谁人你都不相信我。我相信那女，田龙师，我拜托你，给那女一次机会好不好？那女，你声声句句讲三娘不是你害死的，永川搁替你去求情。好，尊公你能证明三娘不是你害死的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给你替永川把囡仔生下来。尊公调查出来。三年就是你害死的，那安尼，你来接受你应该有的处罚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田龙师，啊，三年有人拢已经死啊，即马嘛死无对证，啊，你是要安怎证明哈？真简单啊，把杨三妹分别调出来就知影。我骂你，索命啊！败家！什么？要把三年分别调出来哦？败家阎龙！林都张天龙想要借调杨三娘的分票来调查命案，请阎王允准。切！有了两位车爷，半工行一撮。杨三娘，我问你，你是安怎死的？赶紧讲。三娘，你紧讲，你紧把代志讲好清楚，不是我甲你抬。是啊，三娘，你紧讲，到底什么人害他死？其实我的死，甲迄落一点仔关系都拢无。虽然是美英啊，用石头把我卡死的，也毋过我并袂怪伊。迄若要怪哦，就爱怪我家己啊。我想讲，先得到伊的人。然后感情的代志，才偷偷来培养。我一时糊涂，才对美英啊来无咧。伊为着要保护伊家己，才用石头把我卡死的。三娘，是的啦，我唔是故意的啦。美英，我袂忘恨你，我嘛希望恁大家一定要原谅美英啊，安尼。我才行会开卡。安尼已经证明我是清白的哦。永川少爷，美英啊，那呢我要来扫啊，你得好好保重哦。多谢两位贵客，功德圆满，请。行。美英，三娘原谅你，啊，不过你杀死三娘，煞乱害女，这件代志我无当原谅你啊。永川，是的啦，那是因为我真正最爱你的啊。你讲啥物？不管你要讲啥物，我一世人都无可能原谅你啦。我知影啦，那是你，即摆我嘛无法度原谅我家己，不过到即摆我才知影，到底啥物是爱。较早过去，我拢无看到三娘对我的好，煞去追求
无可能爱我的你。我即妈妈就后悔，我希望你会当给我一个机会，弥补我家己的过错，好无？哼，我做不到。天良师，即马真相已经明白啊！你有讲过，你要给我回去小军的身躯，替银川把囡仔生下来，报答伊的恩情。好，我用答应你。啊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免去违规三次。啊，若无，我绝对不会饶恕你。我讲会到做会到，只要会当报答银川的恩情，我就会乖乖对你去投胎。好，那我这边示范，送你去小军遐。请阮指挥阮去。永川，你也唔赶紧回去，看恁水某。田龙师，多谢你。哎，你话，今日叫小好啊，田龙师啊，田龙师，这摆哦，今日给你真多谢啦。哎，我恁怎个来？若无你哦，来烧这个香炉哦，怎个啦？一定大灾大难的啦。各位，啊，你讲对，对，多谢多谢哦。唔敢啦，唔敢。啊，这件代志啊，我嘛唔对的所在。啊，这话安怎讲啊？因为这件代志哦，我对爱情有加一层体验啦。阿爸要处理代志的时阵哦，我会先把情放在头前，再袂像即届误会迄女，造成不必要麻烦。人生嘛，有啥物通好计较？田龙师哦。讲了对啦，哎、欸，咱人生有啥物好计较的嘛吼？哎，田老师，这么大事哦，拢叫功德圆满啦。好，来我遐泡茶啦，哈，免啦，免啦。哎呀，无要紧啦，客气哎，大家，叫来泡茶啦吼，来我遐泡茶，请请请请请请请。水妹，水妹，水妹。英川，你总算倒来我的身躯边啊！是啦，虽然讲咱刚剩十个月的时间，也毋过我会好好报恩，好好报答你。你会当替我把囡仔生落来，对我来讲，就是上好的报答啦。虽然小军因为意外来过身，也毋过这段日子。咱阿母的感情是真实的，海露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你，你是该送啥？阮家不欢迎你啦，你走。永川，我知我家己做个足超过，啊，不过你敢会当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？该安怎讲？小军伊即摆嘛有心啊，伊需要人照顾啊，你都给我照顾伊，安尼我的良心才会当得过。我再讲一届，阮家无欢迎你，你走。银川，我拜托你啦，算我求你，算我拜托你，你给我一个赎罪机会好无？我拜托你啦，小军，银川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啦。银川，你看安尼美英苦苦哀求。你有答应伊啦，而且我即摆有心伫个啊，你嘛无法度规工甲我照顾。即摆有美英伫个，伊嘛会当甲我斗三工啊。好啦好啦，你有答应啦。这，我拜托你啦，你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好无？英川，紧的啦，你有答应伊啦。好啦好啦，我答应你。看在阮某的面子上，我答应你。永川，多谢你，小军，多谢你。唔对唔对，我应该叫你海露，多谢你啦。好啦好啦，紧起来。以后吼，阁有这个所在，爱你斗三工嘞。这你放心啦。我一定好好甲你，还佮你爸倒来对这个囡仔哦，照顾较好势好势，互你会当平平安安将这个囡仔生落来。日子是过甲足紧嘞，目一个年，
十个月就安尼过去啊。黑路附身伫咧王小军的身躯顶，伊伫咧贵宾的斗三共之下，顺利生下一个后生。虽然永春是真欢喜的，囡仔已经出世啊，伊做老爸啊。也毋过，刷落来伊阁烦恼着，天龙师真紧就会来将黑路带走。生啊！小军生啊！英川，恭喜你啦！你你刚好添丁仔呢。小军替你生一个照顾子的囡仔。哎，好、哦，恭喜恭喜啦！你哦，你家就有后事啊啦。哎，卡细你呢？叫我抱，卡细你啦。哦，阿爸看麦吼。乖囝，哎，叫我爸，叫我爸。英川，你嘛够拜托的，囡仔哦，才有肚里内底抱出来，还未满一天，哪有可能叫阿爸啦？天龙师，你来啊！你的时间哪会做到这么好？囡仔才拄出世，你人就到位啊！我是照当初的约束，迄女若是生囝了，我要带离开啊！哎呦，天龙师，你莫安尼啦！啊，囡仔才拄出世都无老母，安尼就可怜的呢。你嘛知影，啊，一个家吼，若是要完成，得有阿爸阿母啊！啊，你甲带走，莫安尼啦！你甲给因淡薄仔时间好无？袂用你啊！当初是我大出大意，答应伊把囡仔生落来，我才要带伊离开的。今麦若继续搁留落来啊，算是违背天理的，连我嘛有代志。我今麦就入去啊，带伊离开啊。唔免啊，我来啊。英川，多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。我享受着做人家后的幸福。这段时间有你的陪伴，我嘛感觉足快乐。虽无，我唔甘你走，你莫走好无？也毋过我有答应天良师，我都袂用反悔。虽然讲，我嘛足唔甘你的，也毋过你爱知影，小军伫一年之前都已经写一个事实。我知影，我知影小军已经死啊，啊毋过我嘛知影这段时间，甲我做伙毋是小军，是你，英川。有你一句话有多够啊！明，我才是走以后，请你好好照顾英川，还佮有囡仔。嗯。这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伊，袂让伊有任何的失格。天龙师，等你来走。啊，我说袂记，我来这里糊涂啊！我要带走是黑女，唔是小军。永川啊，我即马小军的身躯哦，容易，以后我替伊办后事。水宝，因大翁，我要对天良师去投胎啊！你要好好保重哦。水母，多谢你，希望我一世，阁会当甲你见面。